随口说大马，大家好啊！今天又来到我朋友的这个渔场了，因为他跟我说今天肯定会有龙鱼土猪。好，咱们一起去看看。现在这边又开始了，看看今天有没有吐卵的鱼啊？黄化银龙，或者叫白化银龙。人家讲白话的，没有人又在纠正了。如果没有人在纠正，就是白话，就是对，应该太嗨。他们比我们专业，有的人很专业。那么你祖籍是哪里的？福建，南安。南安是哪？福建的。福建南安，二州。那天有人说你说话是海南口音。福建。其实你们平时就是讲福建话，对吧？讲福建话。嗯。卢总的祖籍是海南的。对。你海南什么地儿？不懂。我们海南什么啊？大部分都是一样的福建话。就是你祖籍海南，其实也是讲福建话，对吧？其实都有海南话。也有海南话，忘记了海南话，已经接种了。看看啊，看看嘴里有没有卵。咱们习惯于叫鱼蛋是吧？安叫。这是无门无栏杆，无老鼠。笨鱼。嗯，说话都不用说了，说了以后你成功的他们在检查嘴里有没有，是吗？嗯。那第二单啊，哎，那第二单啊，开始到，不卡，我按的来，走，我他妈按的去。你用哪单？第二单。你在哪个班的？这个有吗？有吗？哦，他们说这个有。Kanada. Okay, nanti you buka. Naik. Terus. Panggil hak sobat. Hey. Ambil bye-bye. Naik. Dia ambil. Ah. Ini yuk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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 Oh. Oh, 人还不够，还得再叫人。我看到了。他们需要人帮忙，来你下去吧。苏叶。啊？我死了。需要人帮忙。卢总，像他这个里头会有多少只？20只。你怎么知道的？通常都会放在20只，不放多。上次梁老板说，这种鱼一嘴不是70-80只吗？或者整100只？都会有，都会有。这个鱼呢，会比较这个有蛋的会生鱼呢。他们就是这么检查，很轻的。周易，你明白了？什么了？打什么？你唱完了？打里面一段。打里面。啊？打里面。打里面。哎、啊。这个也有。嗯。有两只了。一只。这个刚才那个。哦，就还是刚才那只。哎，他给放出去了。对。就在老百姓这边。哦。阿弥陀。嗯。看看他们已经确定这条鱼嘴里有卵，然后就要先扫描。OK。
然后他们会记录，然后现在就是关键的时候就到了。看到吗？全部是小鱼的，靠，这里头投的也是鱼了，不是卵的。爸爸，你那有一些东西。我看到小鱼。我看好像。确认呗，确认呗。这个日期呢，超过三星期了。也就是说这个算运气好的，它没有吐掉吗？没有吐掉哈。哇，你看那里面那些小鱼，这都长这么大了。没有，所以就跟你讲至少三个星期。对呀、哎、你就说的拍个照啊，它捞的时候你可以拍。所以他们还要计数哈。对，这吐的不是鱼啊，这吐的这是钱啊，所以钞票印好了吗？印了一半呢。这个比他那个孵化车间里的那个，上次咱看那个孵化那个还要大，都这么大了。这如果要没发现呢，他公鱼会不会把它吃掉？不会，它会吐出来了。那吐出来，其他旁边的会吃掉。会吃的啊，公鱼是不会吃的。咱们这个水是活水对吧？活水啊。那它也会从那边漏掉，漏出去。Overflow 啊 ，overflow 去啊。满出来就满出来了。嗯，多少条？刚才他们说。来了，宝宝。他跟我讲啥？啊？宝宝，你萝卜几个？23。23条，真是不错。